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俩今年八月份凭借了一个网剧叫《逆袭》，人气是一路飙升，成为了互联网。你们要叫就叫，你感觉有种掐一半的感觉。来，三二一。对，他们现在呢，成为了互联网上人气最高的新人之一。那接下来跟我们用掌声和尖叫声请出的是王晶、冯建宇，有请。大家好，大家好。那个还是要说一下名字，要给那些大佬们来普及一下知识啊。各位前辈，大家你们好，我叫王晶。各位大家好，我叫冯建宇。对，对于在座的老师啊，各位前辈可能现在对我们两个还是不是那么熟悉，但是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两个会成为大家的焦点，谈论的焦点。因为台下其实都是你们两个好基友的前辈了哈、啊，对，然后那个这个现在很流行一个词 CP 啊，回家不会的话自己查一下是啥意思，因为逆袭真的是很火，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在逆袭之后一直在忙什么。那个在我们的网剧播出之后呢，我们两个推出了我们人生当中第一张单曲《今夏》，然后也因为有各位粉丝的支持，然后拿到了挺好的成绩，特别好的成绩。对，然后和我们的动笔音乐也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对。然后继我们这个单曲《今夏》之后，因为粉丝当时为我们投票打榜嘛，挺辛苦的。对。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在举办我们两个粉丝见面会。然后跟我们的偶夫也有很深的合作。是，对。粉丝见面会是这种巡回的是吗？对，是在全国各地举行见面会。上一场在天津，然后下一场在成都。下一场是在本月底的狂欢，狂欢夜，圣诞节的后一天狂欢。在成都。哎，你们会去吗？其实都不说话，以为你们都不在了。他们都举着手机忙着呢，我跟你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他们真的很好，你知道为什么那么那么熟吗？因为你们俩可能都不知道，就是王晶跟冯建宇的粉丝们，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贴心。所以今天在座的220位嘉宾，前两天当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的粉丝说今天的发布会会请到他们到场的时候，粉丝就自发的为每一位到场的嘉宾准备了一个礼包。今天大家在这个入场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了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礼包，都放着水啊、口罩啊、护手霜啊、纸巾呐、这些礼包都是他们在我们的偶夫平台上一点一点集资而来的，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献给他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的很贴心。而且他们其实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那大概的意思就是托我跟今天在座的各位来宾，包括媒体的朋友们说，王晶跟冯建宇虽然出道时间不久，但是呢，他们给粉丝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未来呢，他们将会一路守候这两位，希望大家多多关照这两位，这两位一定会红。谢谢，谢谢。这个你们就是送礼吧，得有来有往的，你们是不是也送得礼付年礼给粉丝？我们知道粉丝确实不容易，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准备了好多好多东西、就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六份礼物，六份，其中有三份叫亲密互动卡。对，亲密就在先不说在哪，就是这三份亲密互动卡，就是说有拿到这三个卡的人会有机会和我们两个在活动。先卖个关子，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好吧，谁惊喜啊？你就说拿到卡的人偷偷摸摸的给惊喜是吗？不啊，我们已经不流行这个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们亲密到什么程度了，因为它比较有诱惑，是可能会有身体上的接触啊什么的这种。那最起码应该得就抱抱吧，最起码的了，对吧？对对，那个你好像没有抽到卡，你好像没有这个机会。我不。对，然后除了这三份，还有三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成都见面会的门票。多少号、这个？这个礼物，26号。我们12月26号，26号，狂欢夜当天抽到这三份成都见面会的邀请函，由我们来陪你一起摸。对，这个礼物还在他们的对，因为我位置，位置这个礼物的位置，对，这个礼物的位置，这个票的位置啊，
不是，是我们这个六份儿啊，六份柳的位置在哪？我也不知道，你不，你们都不知道是吗？哇，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他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下自己的？对，看一下自己的，像座位底下呀，因为随机的嘛。突然好像没有人了。那座位底下在哪儿啊？你大概说一下。我、啊哦、真的有卡是吗？有吗？哦，真的在座位底下。对啊。抢到了吗？来，拿到卡的人举手挥，对对对，示意我一下，示意我们一下。那个戴帽子的姑娘，你抢到什么卡？亲密互动卡。所以关于他们俩的很多合作的消息，我们也会在偶酷的站内以及官方微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大家一定要实时的关注了，好吗？来，各位，来，所以说你们真的拿到了吗？有几个？看谁喊的没有？两个，我刚刚看到三个人拿到了。好，举手。这边没有啊？你们翻了吗？没有，没有是吗？等我们第二次见面会的时候再见哦。一定要持续的支持啊，别趴在椅子底下了，快点把掌声献给你们的偶像，谢谢他们。好，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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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感谢偶酷对我们俩的一直关注和支持，也希望大家能通过多明运和偶酷关注我们更多的动态，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前辈，来请就坐，真的很我们今天其实也看到了这个，我们在未来呢，我们包括多明啊，包括偶酷会跟不同的艺人